喂，小姐在哪里？小姐，open，有，喂呀，喂呀，哎，我怎么是我？喂，8:06，我想看，我也想看，没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再来过没了，一次没了，你想看哦？那个啊，跟台啊，你看你又不跟台哦，对啊，哦，不看台，然后又说什么没得看哦？我刚刚在撒娇吗？我的天！好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就是上厕所上不出来，饭饭拉肚子，他的厕所，厕所。天哪 ，biu biu， 你下了什么毒药 ？biu biu， 你怎么？是你是诅咒他？天哪！你怎么可以让繁星抢走你的工作？哎、欸，我是从后面出来，他们嘴巴出来不一样啊！哦哦，所以包包都是从嘴巴出来。哦、oh, 鬼！哦，厉害厉害，佩服佩服！耳熏一草，我们都知道你恶心一草。哇！我们今天有8个轮，8个轮，8轮。我们可以八轮混等一下，每人有一颗 Golden Apple， 耶耶、，and shining shining， 哦，好啊，每人有一颗附魔金苹果来作战，哎、这样感觉战斗起来很嗨哦。但是就是限定只能自己吃，不能给队友。那如果你自己没吃、啊、死掉喷出来，那就是谁捡到就是谁的。没有谁捡到就是谁的了、哦。你自己不吃，哦、对啊，嗯、最讨厌这种人哦，那边存来存去都不吃的。哎、嗯，我吃一口嘛，啊，我是吃一口嘛，吃一口嘛。趁你吃之前就赶快把你给揍扁啊！嗯、那我们也可以来开开物品免烧。好诶、欸，我会被烧掉了。对啊，哦，这样就可以直接烧好了。真的，只要开启附魔金苹果，恶心一草、啊。什么什么恶心一草？哎呀，不不不，你的东西跑我身上了。我是卡熏一草好吗？然后，反正有那个嘛，那个物品免烧。那个嗯，我们来玩玩看那个竞技场，好久没玩了。哦、十分钟后直接会被 TP 到一个16格的范围内。十分钟直接竞技场这么十分钟，好快哦！怎么太久了？是不是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久是不是？他没办法再短了、啊。可以了，他就是硬要撑十分钟啊！哇，嗯，好。对，安、啊、若当然在那之前遇到敌人，那要打、欸、当然也是没问题，嗯、欢迎。好、啊，前面就结束了，分钟就结束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随机分队，分耶！哎呦，推手花组，开心下了，嗯嗯，最开心。哎、对耶，确认一下。有的，哈哈哈哈啊，有的，这样就不需要开同队伤害了。哎、欸，我刚被犹豫是不是？搞不好对面会需要。他们感觉很想要。没事，让他们和乐融融。嗯，那就来喽。好，前那边有个少界塔，几乎在零零的地方，可以去去看。走起！好啊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繁星 OK 了吗？好啦，好啊，干什么？哇，我们这边是看到我了吗 ？CP 组合呢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呦，本来我们两个走、啊，我们不要跟他们两个走。可为什么？我们刚刚很精心布置，我们、欸、他在旁边而已、欸，真假的？我们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啊，太近了吧！进吧！没有没有，现在无敌，来来团团，我们赶快做个那个幕府。我去干扰他，我去干扰小雨他们来了，小雨他们来了，做台了，快！玩玩玩！不行不行，我要拉一个距离，拉一个距离，躲起来。可我觉得他们会追我们、欸。十秒，还有10秒，还是要分开。我们只好先四散了，看他会追谁。好，
好好好好，小雨在追我，小雨在追我。他们在追我，他们在追我，他们在追我。好好好，有人追你吗？没有，我在你后面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做一做。哇，正在受伤，正在受伤。斧头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我可以多做几把，我可以多做几把。啊，我忘给那个嘞。对啊，你那个东西没有掉出来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赶快吃。哈基，你先吃。吃什么？我没给，我没给。金苹果有啊，全部吧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我只给到我自己哦，对不起啊。玩玩玩玩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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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要销毁一个，我要销毁一个。好。哎呦，白痴，玩到离开师傅去。那个吐司他也弄了斧头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好。快来找我，快来找我，我还在打，我还在打。好，我来偷打吐司喵。喂，他也没吃，他也没吃，碎啦！他没吃，他没吃，我这两颗，我多一颗。他进我来了，他进我来了！我是右耳，我是右耳，我是右耳。然后我打波波，我打波波。哈哈哈！还吃，还吃！你的木斧超慢。我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对啊，木斧超慢哎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他们都是控手。哈哈哈！哎，我要吃给他们看，吃给他们看哦，好爽啊！哎，拜拜。BO BO BO BO， 还敢打，还敢打繁星？喂！耶！零分钟，太靠近了啦，白痴！上去上去！太快了！从生太近了，没办法啊，打架啊！哎呦，我要爆料，我要爆料，那个土字喵没有吃到附魔金苹果。哦，我有两颗，好爽！而且一开始给麦是有复制错指令，只有我自己有。我有销毁，我有销毁。他们是放箱子就有了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有卡到啊，他就没办法。对，箱子这个是问题。对对对，这场有问题。太快了！哎，我们有，我们开始说，哎，不要打巧克力，他要给我们金苹果。你杀了我还是会给啊？白痴！好搞笑。我们就想说哈迪去干扰，我们其他人赶快去做个幕府就可以了。赶快自杀！我说我们被吸引走。小雨眼家，对啊，我说他们等下拿武器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然后就砰，砰，然后土司喵就死了，完全不到十分钟。好好笑。哎呀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四倍，是，是吧？了不起，再重新玩同样地图吗？来啊来啊，再打架，再雪山一战。哎呀，有不同有不同。设定，然后这个正常的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啊，这个水蛮多的。对啊。刚刚运气也，那边陆地那么大，还会在同样地方，太霸气了。就存在旁边的运气，这是天命啊！天命。剑说，竞技场，竞技场，竞技场啊，一样那个有免烧，方便的哦。好，嗯，方便。十分钟后竞技场，十分钟之后限高限低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来随机分队。哎，我怎么没分？换两个，换两个，换两个。九九九，好。噔噔噔噔，土司喵记得吃附魔金苹果啊！来不及。你说什么？做了个斧头，然后你就后面出面来了。对啊，我从你后面，我就看到你做那斧头，然后再跑。我看他就感觉做怪怪的事情。没有啦，他在开薰衣草，只是放一个开薰衣草给大家，让大家都可以开心。开薰衣草，臭草，臭草，这一场就还好。哎呦！一样跳一下，跳一下，好像没事哦。看起来没有其他人。我要在蜜蜂旁边种开薰衣草。
哎、欸，对，它可以种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我要丢掉。连种都不种，采个蜜啊，有没有？直接怒丢。哎、欸，对我是不是不应该站在蜜蜂旁边，等下巧克力又偷打他？我又不会。你都把我说成这样，我觉得害怕。我一直以来都是正大光明。然后等一下下一秒就我打，正大光明的打下去。这里一样的，来去用音乐的。哎，好呗。音乐在比较下面，感觉就很适合马上来开挖。啊，原来是挖石头的部分。往下挖，直接往哦，有铁。Oh, 直接挖起来了！哇，没有啊，要死搞啊！哦、，比音乐早做出来是我的！演快演快啊！赶快走两块！没有没有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你挖到的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哎呀，这个我挖的好地方，可是旁边有人就影响到了啊，跟我无关。你挖出两颗，我挖掉就真的只有两颗。哦，那就是挖的人的问题啊。没有，刚刚土司喵有经过这里。哦，他就走了。哦哦，我觉得他一定做贼心虚。好、哦，是你。不行，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铁。这附近还蛮多洞的啊，我看到有洞，我要去看。洞窟比较快。好，走、哦。我看到土石喵这里的了。对。嘿，做一把斧头。有斧头、镐子、盾牌。哎呦，好像很多洞哦。再砍一些木头。嗯。急需照明。有怪物的洞，不行啊，没铁锭啊。我有啊，可是你们感觉两个拿一拿就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哪里有铁、欸？跟我讲、啊，交给我。啊，这里，你有十一个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还在 diss 我们，还在 diss 我们。而且我看到废矿哎，哎呦，我需要一个、哦。真假哪里？走啊，废矿啊。走啦，不用怕、啊。土石喵这边。就有了，你们知道土石喵在哪吗？有刚刚看哈，我现在往下走了，下面有好多苦力怕，下面苦力怕很多，小心哦。不怕，我有盾牌。不怕，我有盾牌。好，但很暗。我有盾牌还是很怕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看到煤炭，我要先挖煤炭，太暗了。这树挖啊，对，有废矿就不用怕没木头。对。哦，原来你在，你已经到这了、哦。嘿嘿嘿。谁找到都是谁的，我的。看呢？你是不是还没有盾牌啊？我有、啊欸。你有了，可恶！我是土石喵给我的，而且我还多拿一个铁镐。哪有？好啊，土石喵，差别待遇。没有了，我给你，我要四个铁。马上给更多。欸、下面都是了，下面都是了。嗯，到了吗？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火把。那边好暗。到了。苦力怕，我就跟哎，在干嘛、啊？温呐！我还在笑土，想不笑土司掉，我自己就被炸死了。还敢笑别人？哎、欸，他们的至少封魔精兵馆还在吗？在我的，在我的，在我的，那个不吸我的啦，我的在上面啦。吸光光，我的啦，我的在上面。云月，你啊，不要，我后面，不要，往前走，哎、欸，还敢笑别人？往前走，我的天，你的左手边，左手边，那我看到了，那里有我的，哎呦。你们在干？你们两个，没到爆啊！哎呦，那我要去看他们一下，关心他们。五分钟后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也会那个传送走。哇，他们是直接鱼骨开挖哎、欸，那一定比我们少铁啊！对啊，他们东西很
很少啦，对，东西蛮少。我们赶快先都有全套铁装，至少我们。